顶尖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哦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六上来，啊，来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上来，这个就是六。再来呢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就是九。再来呢。哦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下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哦，那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就是七。那我们知道 A2 是什么？四七被七四哈，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哈，这个七下来，好来，哎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，七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六下来，这个六下来，这个就是六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六下来，这个六下来，这个就是六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八宫是不是五七三？第九宫是什么？九七四，我们知道七是多余的。那既然七是多余，表示什么？五三配哈，这边不能放五，这个就放什么五？这里就放什么五？那也是什么配？哈，七多余表示九四配哈，这边不能放四，这就放什么四？好，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再来看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，哦，再来呢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一。那 B2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什么，一四配四一哈，那这边不能放一，就放什么四，这就放什么一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八宫差什么二八，这边有二放什么八，这就放什么。OK， 那我们也知道 B2 是什么配哈，八五配，八五配哈，这边就放什么八，哦，那这边呢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我们也知道 B2 是什么配哈，三六配六三，这个就放什么三。OK， 那我们看第五宫它什么二九哈，这边有二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二。我们来看第一宫哈，第一宫这边哈，这个我们看这个八杀过来，那会产生七一八或八六，那这边呢产生三八四跟七八，那交集就七八，那时候 A one 是什么七八配 ，OK。这就是八，这个二杀过来，这个二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A one 是什么配哈，二六配六二，这个就二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更正哦，因为是三个一样哦。A one 是什么？七一八八七一，这个就是什么一？那二五六这个就是什么五，这也就是什么五，那还有什么三九四哈，这个就是什么九啊，这边九四就放什么三哈，那这边呢三九呢就是什么哈，就放什么四 ，OK。我们可以看这边哦，这个三杀下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三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三。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那我们刚刚说的三九四，这边不能放三，放什么九？什么放三？
OK 哈。哦 ，B 十力是什么配哈？六九配六九六哈。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啊，既然六九配三多也，既然三多也表示什么？一五配这个就是什么？五，这就是什么？一。OK。那我们也知道。好，既然一五配四多也，四多也就表示什么？八二配哈，这边有二就放什么八，这就放什么二。那这边呢，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我们也知道 A two 是什么配？一三配，一三配，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那一三配六多也，既然六多也表示什么？四七配哈，这边有四就放什么四。哦，那 B3 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说了96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就。那 A3 哈是什么配呢？ 16 配， 16 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一，就放什么 6， 这就放什么一。A2 是一三配，一三配，这不能放一，这就放什么哦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二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第六宫差多少？第六宫是不是差二八哈？这边有二，放什么八？这就放什么二 ？A two 是什么配哈？九二配，九二配，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第五列差一个就是什么五？第六差一个就是什么八，第七宫差什么四八，这边有八放什么四，这就放什么八。OK， 那我们也知道 B one 是什么配，八六配，八六配，这个就是六。八六配什么？谁多疑的啊？是二多疑的。那这个二多疑表示什么？四一配，这个就放什么？是啊，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刚刚说了三四九嘛，这个就九。这边差一个是什么？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。分享出去，使更多人间体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书读顺序，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